欢迎，咱分也难解意，请你快乐等待我回来。是无在运啊咧啦，在运是无同款的呢。当然啦、啊。好啦，咱讲到咱老婆山吼，真正有够够幼的啦。哎呀，我迄灵感一来了后咧吼。哎，我来讲啦。啊，阮呐。因已经知影咱八公主的缺势啊。缺势哦。啊。嗯哼。咱住伫咱高雄哦。对。一娶亲时，因安尼，因安尼规件人哦。哼。大家就钓到欢喜到，拢哪有钓？啊！我说我奇怪，啊，较有钓伫底。啊，钓伫底位咧。结果吼，因就是用啥拜二、用拜一的啦。好好哦，啊，我拜一的哦，我真正我家己都唔知。哎，对，哎，因为讲咱八公主吼，伊拢个超前部署啊，你啦。啊，对啦。哎啦，我感觉我会去解释声。啊，那么是我会较大声，是你会小声声？我会较大声是什么？你给我调一下。要不要较大声？是啊啦，要啦，安尼安尼讲话较袂安尼，较袂遐假啦，安尼啦。嗯，好啦，看一下，看一下来。噔噔，看一下，看看就便知道。哎呀，一七二九，这个嘞，啊，这拜一嘞，
你张开出来，真正呢。啊，咱别工作啊，一困睡就是拢超前，提早一期嘛。好，咱有一个。哎呀，咱无冬季呢，真正是。好，咱有一个压缩面的时间哦，空间啦，因为安怎你敢知影？如果那是吼冬季的呀吼，人每一个在温个拢同款啊。啊，对啊，你讲的毛对。啊，那是吼，安尼冷一个吼，一期啊嘞吼。伊就跟你冷过、冷过、跳过、冷过啊！你有在温的人就去钓你。哎呀，无同款啊！啊，对啊，对啊。在温个是无同款啦。是啦，你看。像诶，有诶人哦，无在温诶吼，伊就安尼用，伊也无甲放气，水开出来。哎，真正哦，好好。啊，那感谢赛场啊，你一个请客厅车送来捧个我收着啊。玲罗，玲罗，你真好，玲罗老师，你最爱诶玲罗老师，你两差要食捧个啊。无多呢，一粒一苹果。啊，那个疾病远离我。哎，对对吼，所以老师也最爱呀，逐工爱食捧个，谢谢赛场哦。大家都买假捧果，搁请客人请，安尼请只箱捧果来。啊，对了对了，来谢谢啊，先生哦，好，谢谢。好，阿哥我讲着财库，迄毋是咱爱包财库尔。好，咱的猫咪嘛，总爱呢，总爱咱的财库呢。我讲一下无。那个，人讲狗来补，啊，猫猫来起大厝。对。你甲看。离咱那个办公桌啊，迄款那个案桌头前了。啊，咱这保灾库的，咱这乡亲朋友老婆生哦，你甲看，伊拢走起安暖哩，遐困哩，啊，我惊，我今仔继续行哈。好，哎呀，够真享受嘞哈。啊，是讲伊咧要困较快所在哦，要困咧咧一只只啊，你含冰心个无都变那里啦。所以哦，你会记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什么所在？是咱哦，你吹的时阵倒火的所在。啊，就是这个所在啦。有。啊，你鸟鸣太脏啦。所在。好。点的迄个哦。可以倒开的，这哦，你家无，我那等你这个所在嘞，等你这个所在啊，系啊，啊吹了迄个火拢倒，火拢倒开。所以伊猫啊，伊要困个时喏，会拣一个家己上舒适、上介意的所在困，就是这个所在啊，你啦。是啊，是啊。哎呦，我感觉好厉害呢。嗯，厉害啦，真正，随讲随演。哎，真正个对。看路，路来路有默契呢。钟声公，我那拄着一个成功的啊。好啊，讲到呢吼，这保灾库呢，哦，老师，那保灾库人愈来愈侪。好，来，讲到保灾库，赶紧咯，吼。保灾库时间够啊。哟，保灾库，咱呢灾库金一分300块。就是咱拄才看到大分的。哈哈，即卖跳灾库金啊。嗯。咱呢个灾库金要一分300块啦。300块。十几年前就300。大分的哟。哎。唔是细分啊哦。我感觉你会拢比我较大声。我会啊，大波敢会咧？我会敢会上哦。敢会大细声？人讲大波讲嘟嘟啊好呢。嘟嘟啊好啊！我也常感觉我会较爱我像动听的款。好。好啦。嗯。来，咱呢来报灾库吼，有介济老婆说讲，我想要来报一个。嘿，阿妹啊，报灾库。我讲听你要报灾库，有讲啊，我前面那叫。好。哦，简单啦哈。好。你都电话跑通，即卖改档卡啊！咱小姐留你的住址、电话、姓名，然后呢？哎呀，寄一张单给你。你收到单了后咧？提张单来去咱的西门全家 OK 莱尔富，就会当叫啊！你拢免签名，免登记，那免手续费哦。盖里边盖方便咧。今仔报灾库，各位让你好看啊！哦，来你嘛。喂，我要保灾库较好钱。哦，福慧双修啦哈。嗯。无量慈悲给你保庇，哦、身体健康，给你长岁寿。阿伯的工作也保庇，给你大赚钱啊。哇、哦啊。一算谢谢。哎，你保灾库了，保灾电话看我通老师亲自说好不？哎，你好。喂。Hello。哎，你好。张辉老师的。张辉对，哎，你好。我要来，我单花哈。哎、嗯。啊，我顶有。那个做的，你要包在口里，啊，这边要包在口啦。啊，你别工作，别包。我等下要包在口，啊，但是有一个蔡丽丽哈，哎，那母牛啊，啊，来计算计算，哎，将慢慢来讲吼，看你要讲啥。因为你跟小姐讲啦，有，因为电脑较在啦，你讲我嘛听无啦，嗯嗯。啊，无两个保平啊！哦，身体健康，我咧当会想啊！哦，所以哦，咱刚才一份灾库金300块，其他的费用完全拢唔免哦。无啦，这是老师义务帮咱做服务的哟。这个完全无收红包。灾库金一份300块，人诶，今嘛袂拢500嘛。咱无啦。啊，咱十几年前的300，加今嘛300，嘛拢无起价啦。嗯。那么，咱报这个灾库是初一十五。
无就初二十六。一个月补两届。照你讲是一月你两摆啦。嗯。啊，唔免。好。咱唔免就初十五、初二十六。啊，无咧。咱即阵为用，即阵就甲补。为即马开始，咱的财库就甲补起来。好好。啊，我今年好，咱那今年好过年。好。相信张伟会教吼，你今年就好过好过年啊。但是就是两好，咱一个月至少要补一届财库个对啊。啊你。一月你当了300块，一工七10块钱，10块钱买无一杯豆奶啊！太，然后咧食薰咧，啉烧酒的，咱减数两期啊，都有啊哩。对对对，哦对不对？啊，咱一个月时间若够啊，我未敲电话，互你，搁叫你等下补财库买呀。哦，没啦没啦。你爱主动敲电话等来。因为我无爱造成恁的困扰。可。你若是讲哦，像晒上瘾安尼，长补了呢啊，长水滴水进啊，规家人足大惊的人，大拢水进啊。啊，佮继续补财库，啊，伊能够继续补啊。那哦，所以一个月要补几届是拢无要紧的啦。问题啊，那是迄个有的人哦，厝内面老的，诶，足够趁钱的，啊，唔过趁趁的拢无看到钱，对，钱拢捞袂掉的遐，迄叫做有财无库。化财，啊，迄个捞财，嗯，啊，捞财，咱爱防捞财。你补财库吼，咱就去兼防捞财。防捞财，安尼安尼，伊的钱较见会掉。好好，咱个囡仔啦是讲哦，你做你食头路，哦啊，你做工课，咱若有甲补一个财库，伊个工课你做会较轻松。嗯，啊，若食头路人嘛，较会升薪水，较会升官，运气嘛较好。对啦，好，人真济，差差差。哎，真正嘞。所以哦，咱白工作也是足足兴兴，甲真正会食过来。嗯嗯。啊，咱老婆婿，你赶紧啊！好，啊，我即马过几分钟啊。所以哦，做者老婆婿替因后生查某囝、孙啊、那新搬的吼，来补一下财库，啊，互伊然后你工课你做咧较会顺心，那嘛继续安心的呀。对啦。无咱拢会烦恼后生查某囝趁无食呢。咱那个少年的真拢咧车拼事业，拢伫外口，伊无咧看节目。嗯。啊，咱离厝里有咧看节目的长辈吼，啊，咱就替只囝儿试试吼。啊，甲补一个财库，一捆才300，这都有好无歹呢。对哦，安尼，伊若肯做，啊，佮有神咧做，伊就继续轻松咧。哦，这甲咱去寺庙拜拜是同款的道理呀。同意思啦。但是咱去寺庙拜拜，往往是能仰仰对拜呢。啊，对啦，对啦。哦，这个时阵佮爱有一个哟，哦，神呢，来帮咱处理。神呢，我唔敢讲啊。嗯，老师。但是哦，别那是好落名有吹到的哦，对，吹得起，大家都赚钱啦。嗯，哎，你嘛。要补财库，安尼就对啊。哎，要补阮后生。哦，对对对，被工作给恁保庇啊。哈，囡仔大细平安，恁赚大钱。哦，啊，今年给恁赚几年啊？哦，一算一算。哎啦，哎，替后生补一下财库的呀。哎啦，哎，一分才300块安尼，一个月当乐乐呢。哎，囡仔，安有当有诶，正安正骨力做，啊，做无人吃，咱嘛该唔甘嘛。到月底拢得帮子耶。对不对？啊，所以咱也是安尼，有家囡仔补一年。嗯。咱讲一个较粗嘴的，咱老的啦，安尼所谓较俭的，一月你当了了，较300块钱呢。嗯哼。啊，甲囡仔补一个财库，啊，好囡仔安尼，工课顺心。对。啊，钱水也活。啊，恁那个较放心吗？啊，那嘛较，那恁五万的嘛是安尼尔啦。好。哦。所以苗都拢会上那个老师家，老师呢吼再帮咱吹这个发财酒安尼。哎。哦，安尼呢，这个发财金再帮咱化掉安尼。哦，啊这财库金。这真不简单哦，我讲听哦。这不是大家会哦吼，来你嘛，喂，哎，你好，我要补财库，真多灯王，哦，你拍了真屌丝，俺爸哥怎啊给你保平啊？哦，囡仔是说平安赚大钱，今年和你好几年，来计算来试试，哦，真多灯王啦，有啦，哦，你都拍了真屌丝，真正嘞，所以你即摆看到个是你两户养活等个爸公做这边家，咱补财库嘛是赶快你这个所在补财库，不对不对，来你好，啊，人山人海呢，哎，你好。来请讲来。你叫我等一下。我没有等电两天啊。来三双三双三双啊。电两天我都不知道。来你好，你自己都不知道。来你好。你好。是。补财库。被工作给你保平啊。会齐。你那是谁平安让你赚大钱啊。哦。啊，今年让你好几年啊。哇。四双四双哈，四双。咱补财库就是伫这个所在咧补财库。啊，对啦对啦。旺旺旺啊！你啦，那是要公开哦。咱白工作啊，神机吼，实在好哩，好哩，料想未到啊。来，你啊，你喂，有有，哎哎，阿娜，我身边我报在考，白工作给你保平啊。哦，后日那是谁平安赚大钱啊？啊，啊，今年好哩好几年，小姐给你炒，来，医生医生医生，来，你啊，喂喂，这嘛新朋友。喂哦，新朋友，来你好，喂，
来，哎，哎，阿兴哥，别工作啊，该保平啊，你那大蛇变啊，你大赚钱啊，哦，啊，今年你钓几年啦？哇，一算一算一算啊，阿兴哥啊，你做个啥呢？来，你好，喂，别播在靠。别工作，给你保平啊！贵子，你那是谁？别人大赚钱，啊，今年和你赚几年？哇！四川这些，啊，你看发怒啊，你那红起来呀，啊，你那真正呢？哦，我头多我那阿兴哥啊，哦，嘿，我那做爱生的，爱生的，伊做爱签名呢？好好好，哎，那一百年干签百年，生百年，啊，哎呀，啊，那步步正业啦，什么步步正业？那无头路，不是步步正业，不愿意。在办跟他送人，总有你上班呐。来你啊，啊多谢个，别工作给你保平啊。陛下，啊，你那是谁？别人赚大钱啊！哦，今年哦，你好几年来一算，谢谢哦。来你个，喂，喂哦，哎，你好，你好，李小姐，老师你好，啊，你好，你好。哎，我有报在课，我跟老师讲一下好话。哦，没有，哎，别工作给保平啦。哦，你那是谁？别人赚大钱啊！哇，哦，你好几年啊！哇，好，谢谢，谢谢。好的哦，好话该来你赞了呀，你啊，哦，你安尼很温暖人啊，没使无，这没使。哎呀，这老师哦，会金口嘞，无你会起惊嘞。我来讲啦，起讲啊惊嘞。那个唔免分家规啦，恁都起码今年多你个试看嘛，就知啊啦。报无报差别伫倒位？哎，来你啊，张老师，我报在考。啊，别工作，给你保平啊。哦，啊，囡仔是说平安赚大钱啊。哇，你有咧签无？你有咧签无？有无啦？有，阿哥梁家龙。好好，来来来，一算一算，哎，你三算三算三算。人无咧签啦，人哦，个梁家龙因囝要补财库的啦。好安尼啦。伊吼因囝呐，较够趁钱的啊咧啊。哎，伊来趁钱哦，啊，你了收益就多啊。哎呦，伊若较够趁的，你收益就多啊。哟，真好啊，真好。阿伯老师，咱继续来进行咱的节目。好。啊，若要补财库老婆财，恁继续敲电话。是。赶快明仔都来上来个老师家。来超级。基超五。哎呦！哎呦！哦，左边，哎呀，哎呀，右边，右边，哎呦，左边，别打，别打，哎呦，继续，太累了，我都来不及上学了。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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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水上秋。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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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再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出去，飘！赞！我来讲个阿呆啊，甲阿腿个两个兄弟个故事互恁听。呆啊兼腿啊，阿呆啊甲阿腿个因两个吼，阿呆啊较大啦，大汉嘞。哎，阿呆啊七岁，好，阿腿啊嘞，腿啊五岁，啊差两岁哦。有啦，亲兄弟个对啊。嘿啦，迄有一暝哦，因老爸甲因老母。买茶饭啦！啊，因老爸讲，今日两个在坐坐去困，坐去困，较早困呢。大囡仔嫌嫌去困。啊，因咧住喺迄个像迄日本厝的吼，迄合适的迄无，迄门会开是迄啊。啊，迄中门层顶门层中，阁有一片门迄种的迄啊。啊，叫伊过两个对边困，去困啦。即卖阿呆因老爸甲因老母就开始茶饭啊咧。啊。啊叉吼，一个叉咧，迄个因老母就咧，哎呦，我死啊！哦，我死！哎呦，我死啊！哦，怎么死啊？有，即马阿呆啊，听到因老母的声，隔壁讲我会死啊！哦，啊，伊就甲开一盘啊，起来偷看。伊在偷看啊！天哪，伊在哪人在偷看啦？啊，因小弟啊，
一推啊哦，伊讲哥哥你咧看啥啦？哎呀，弟弟你咧看你咧看，兄弟弟你咧看，哎弟弟去偷去看，两个兄弟啊在偷看，老白盖老母咧插班啊，起码一个插的阿花哦，可能已经到迄个上盖上盖高调的时阵啦，啊坏死啦，啊坏死啦。啊，卡手一直拖呢啦！阿爹拢笑出来啊！大汉呢，笑出来，拢笑出来。哎，因老爸看到吼，装个傻样出来，人家乖呢安尼啦啊！大爹要傻样啦，安尼啦。啊，起码起码两个兄弟在底下讲，你甲看，因个小弟就甲阿爹讲啊，对啊。嘿，你是介害呢？嘿，妈妈都滴要死啊！你搁笑会出来？应该也是。哎，妈妈，你要讲外戏，外甥在这边戏啊，你看笑笑也出来。这样怕应该也是我好了。你做为妈妈戏的。哈哈哈！哈，这里也笑。嗯。囡仔人讲囡仔话啊。哎，囡仔人是本较好言的啦。有啦。啊啦，哎，无法度啦。嗯。哎，好言，我哪该好言？哎，好奇，我好奇宝宝呢。哎，俺都好奇啊。我对任何一件代志，我有迄个求知下款的欲望。哎，你早年囡仔本来就是安尼，恁人嘛是安尼才会进步。我若拄到什么代志，唔知我一定要甲找甲知影迄个答案是啥。哎，对。自作囡仔我得安尼。哎，安尼未歹呀。哎呀，迄阵我敢讲我。您真跑掉啊！您真讲掉啊！啊，你唔够假啊！啊，秘密也门真假啦。啊！我进步，甲我职工哦，带入去困中道，房间门关呢哦。好，我煞叫关你们真卡呢。好，安尼无人找会到啊。哎呦，啊！这即摆问题关了一晚了哦，转凌晨班乒乓球，乒乓乓乓，乒乓球安尼啦。好，对啊。哦，我想系啊，阮进步是咧，互阮职工推呢。家暴啊！哎呀，阮进步讲，哎，我爱死啊，我爱死啊，你职工诶。个人哦，外事哦，啊你这个一个人顺利在嘛？哎呀，啊你这个我讲你笑不笑？你表你病鬼，我你开会，今晚工课办了，较早无套房啊，办了啊，房间门开开，我就爬出来，爬出来拢走去，等看我阿妈讲，阿妈，头都进步阿妈死呢。啊！你阿妈有足紧张无？啊，啥拢有啦！我来讲，我唔国家啊，咪民生卡，叫职工啊乖呢啊！就凭你啊，民生班蹦蹦跳蹦蹦跳，我真白的啊！我死啊！我死啊！我死！我阿妈煞死，你咪起来讲，阿伯你阿哥咪民生卡，我告你死！哎呀！超级呀啦！我超级！树高丹田金开，随下巴爱提竿卡正业。好，我的公鸡。正平一连，正平一连，倒平一连，倒平一连，头前一个，后边一个较好个。二就是两年，三年，三年，是口开五年也无要紧啊。好，我的公鸡。起。我的公鸡。Yeah. 站。
喜笑话。别个讲笑话啊。嗯，哎呀，甲都要讲完啦吼。太醉啦。太醉呀。我来讲石头杯啊。石头杯啊。石头杯啊吼，伊个生一个查某囝。嗯。啊，伊足疼这个查某囝。哎，高女。高女嘛。伊个高查某囝。高女啦。高查某囝。对啦。爱钱存足济啊。足济钱。对啊。嗯。伊是讲我查某囝要见哦，一定要嫁一个会幸福的啊。当然咯，钱阮上济，免钱不要紧。伊大个事。大什么个事啊？要那个查某囝要招亲啊。哦，用招亲呢？哎，唯一的条件。嗯。查甫人的黑爱30公分，30公分哦，其他拢唔免哦，给我1公分尔。即马阿呆啊去应征啊，呆啊呢？呀啦，啊这个石头伯讲，啊你啊面啊黄生，你敢有30公分？嗯嗯，阿呆讲。一定要30公分嘛？哎，一定要30公分。哦，无30公分免讲，差1公分就袂使。即马阿呆讲，嗯，好啦好啦，阿无安尼切头皮啊，你等我一礼拜。一礼拜你够发达哦。一礼拜啊，我一定有30公分来了，对啦。可能咧。经过一礼拜啊，哦，阿呆就来啊。好，咁真正。啊，切头皮讲，咁你有30公分吗？有啊，真能苦疼咧，因为30公分都拄啊好，哦。就头尾说哦，呆啊！啊，你是走去倒一间医美，甲你接到30公分到哈？哎呦，无你要报一个？无咧，唔是就头尾啊，我唔是去接呢。啊，无咧，我是甲割出来剁掉。哈哈哈！哈哈哈！哦，我是去，你讲那30公分？30公分呢？我买40嘛，我甲割出来剁掉啊你！我正经，我来讲一个正经的。哦，大家吼，伊去应征哦，送货送货人员呐。哦哦哦。啊吼，第一天回来就无头路啊。啊对。啊对啊，伊突然跟我讲，啊你是安怎？第一天回来无头路啊。系啊。啊阿呆又讲，啊煞唔知影吼，我是咧吼去咧送迄个蛋糕的啦。蛋糕。嘿，啊个阿花叫蛋糕，我甲送去呀。啊，送蛋糕，现在送到无头路。有啊，啊即摆我甲，因为迄是生日蛋糕嘛。啊对啊。啊伊讲吼，因奶奶。要是过生日要用的呀、啊哦，啊，我阁袂记蜡烛要用几回呀、啊。哦，对了。我阁甲阿花讲，阿花，啊，你的奶奶有多大啦？你的奶有多大？我奶有两票钱。奶奶干奶是差几斤差几斤？真正。好啦好啦好啦。安那。哦，阿呆啊，有一天吼，啊，都要经过因兄哥吼。诶，这个房间门关，嗯，啊，房间门关无好啦，啊，拄看到因兄哥里啊咧打 BB 枪啊，哦，啊，即马互因互阿呆啊看到，嗯，哥哥你咧创啥？啊好，哇，啊那个哥哥一向嘛无迄个，哦，你今仔人唔捌啦，哥哥你咧创啥？我咧表演中国功夫，哦，迄叫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对不对？嗯。哦，迄是中国功夫哦，叫中国功夫。哦，我知影，我知影。过冬刚去读册，因老师吼，甲因的同学讲啊，今仔日哦，咱学校有要举办迄个才艺表演呐。好。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才艺？哎，刚有人有才艺耶，拢无人举手啊！哇，拢无人有才艺哦。阿呆啊，因小弟啊吼。好。阿呆啊啦，阿呆啊，拢举手讲，老师，我会中国功夫。哎，看袂出来。哈，你要中中国功夫来，你起来看麦，起来看麦。起来表演一下，让咱同学看麦。对对对，嗯。要起来讲，老师要表演哪位？嗯，我袂，拢口疼的讲。啊，你要表演中国功夫，你为什么要脱裤子？看啊。你讲，我要表演中国功夫。倘也唔通，倒一项，敢也有别项，肉门笑，目睭光，你
关心一下，阮乡亲好朋友老婆山，这个头壳病的问题好唔好？好啦吼，头壳病介侪人，互医生看拢看袂好，拢家只讲只听尔。啊，拢头壳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捌去拄着六十担的呢，拢袂断根。六十担的头壳病，介可能呢？拄着按怎话着挂根甲放开。啊，咱有诶查某人啊，生囝了带头风。啊，嘛是头壳戆，头壳晕，乌暗晕啊，头壳疼。哦，有当时啊，来寒天人连咧地碰吹无啊，同阮头壳也是安尼，安尼说，安尼戆，安尼。戆开一戆。哦，这真严重啦吼、哦。那么，那讲到这个头壳哦，咱讲熟悉呢，真侪人去检查做电脑断层，检查拢无问题啊。但是吼、哦，当然拢未好势，真侪人安尼啦吼。我甲咱老菩萨讲哦，其实也干一个原因尔。什么原因？稍等下，我甲人讲，我先讲一个故事互你听。我会记得你差不多二十二年前，迄个时阵，按张惠丽广播电台咧做广播，啊，就是有那像安尼咧关心着咱的头壳病问题。啊，迄一天当日吼，有接到一通电话哦，迄是一个好爷人的太太敲互我的。张惠丽若有缘，甲我过来一个，哦，像咧苦高安呐、啊。我是讲啊，我也唔捌你，啊，要叫人过门嘛，口气较好。你甲我过来一个，哦，那是我甲想讲，啊，可能人咧无爽快咧脏哦，卖见怪啦。你好啦好啦，你甲你的地址哦，甲电话互我啦。啊，我这两天啊用较贵安尼啦，啊，来甲住址互我。啊，我去哦。那个祖人是生得真水啊！按道的经济真好啦，啊，经济真好。你要全世界去请较牛的医生，伊都有才调。啊，问题，头壳戆，伊的头壳病哦，有医生看甲无医生，有钱开甲无钱啊，哦，用甲去啊。啊，所以哦，迄伊的朋友哦，伊的款的医生是伊的朋友哦，见人哦，甲讲你的头壳病这世人袂好啊，音乐好了。啊！你敢想哦，伊倒伫眠床吼，倒半年啦。倒半年。倒半年，伊讲连八盖坐都坐袂掉，安怎对？可怜着。连八盖坐都坐袂掉呢。啊，毋过袂食。袂那食，迄落形形甲连青蛋拢吐倒出啊！请一个外劳咧甲洗肠。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伊这个情形，我讲，我就当问嘛，我讲、啊、你是，你有去看医生无啦？哥哥，有啦，我的医生就我的朋友啊，伊讲我头壳病一世人袂好啊。我啊，我伫倒立眠床哦，有当时啊，戆到倒立眠床都会捏你眠床脚落个，你甲想，哦，哇，遮严重安尼。我讲，甲问讲，啊，你有做啥物检查？啥物检查？无讲拢有啦，啊，拢都检查无哩。我讲安尼你出问啊。嗯哦，你若是讲啊，到你的头壳内面都有生肿瘤，啊是你头壳内面有银灰，哦，较早有伤着银灰，哦，安尼咱都唔敢讲大声话。啊，但是讲无问题的話。啊，你都检查拢无啥物问题，啊，你一个未好势，讲啊，你这个好处理啊。结得好严严啊。我讲三月你的时间。嘛，好加第三月。好，唔好讲三月你的时间啊，唔。比如讲哦，你若会好，佮半年都无要紧啊。我敢那眠床就倒半年啊！你敢知我一头壳病哦，看偌济医生啊，食偌济药呀，拢无效。哦，好啦，三月你的时间给我啦。伊到第三天吼，到第三天，就打电话给我。伊讲吼，张辉我吼，真会当爬起坐啊啦。坐会掉啊！伊本底是无连坐都坐里面枕头都坐袂掉的人。啊，即摆已经有法多坐啊。啊，无规间厝安拍安细啊。好。伊讲我会当爬起坐啊啦。讲哦，安尼，这个方法对啊。对，继续。哦，你继续。到第二十天的时阵哦，你敢知做一件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伊车开咧哦，去找医生的朋友相骂。有法度家己开车？对啦，伊去的时阵，医生的朋友讲：“哎呦，啊你安怎来啊？”开车。伊讲哦，恁祖妈呐，要听你的话吼，全死在你的手里。啊，你唔是讲我头壳病袂好啊，这世人袂好啊？你哦，比一个装卡囡仔卡还慢。哦，人家草鸡真正加多啦。我二十天内，你敢看我会当开车来到这？哎，甲讲，嘿，我看你的面相，看你的面色啊，种种安尼，真正火好真济。哦，我还没消灭呢。过来了后，这个好家人的太太介绍有足济因的朋友亲戚，因的交陪作伴嘛。到即阵哦，还搁你介绍哦。所以哦，你甲看卖，迄就是。接到好音好音，就是咱健康的开始。啊，我头拄只咧讲到这个头壳病安怎来吼？咱其实是安尼啦，头壳病都为欠血来。即卖现代人食只去也可以欠血啊。有哦，足侪人就是头壳讲拢啉感冒药水，头壳疼拢食止疼的，迄拢袂使，迄连讲迄相关解药止也袂。而且你头壳病拢袂好。嘿啦，因为咱年岁有啊，啊咱的。机能造血较歹啊，虽然咱食足好，不过嘛无多造血，迄是咱的机能退化，咱年岁有啊，造袂出来。哎，少年的呐，少年的凊彩食凊彩造血，啊，咱唔是啊，咱搁食较好嘛，造无血。你欠一项搁造袂出来。所以咱的面色个无好看，爱乌暗片，啊，心肝头会砰砰青，啊，都无心脏病，心肝头搁会砰砰青，迄就是怕无血，哦，所以伊到落尾伊会颠倒，伊会夹开呢。心中的惊伊哦，哎，无命嘞，而且吼，你戆起来非常危险，就是啊，会昏倒哦。所以我要甲咱电视机头前乡亲朋友老婆仔讲哦，你有欠血无？其实哦，有当时啊，检查医生拢甲你讲无欠血啊。嗯，事实你是有欠血。啊，事实咱是拢有欠的。来，第一，看你的手镜头啊，就知影。安怎看？肩胛欠血啦！你少年的时阵肩胛敢袂安？没嘛？对。为什么？因为你无欠血啊。啊，为什么吃老来肩胛变安尼？欠血，咱就是欠血。嗯，哦，啊，这是一项，搁一种啥？邋遢毛。邋遢毛。你少年的时阵，你袂邋遢毛。对。啊，吃老来邋遢毛。嗯。哦，迄邋遢毛，哎，有，你看，以前就是安。都是老人拢少他。哎，有诶，邋遢在地界头毛呢，迄若辛苦洗，按规个水坑河开，拢规个拢总诶，迄个头毛呢。会不搞？哦，真侪人啊，啊面拢焦伊，哦，脸拢脸累着点。哦，介侪人安尼，那我来讲啊，咱迄个无教会人哦，会看到忝啦。哦，你坐个度久啊？你啊，看迄老人哦，有阵啊，你讲个讲到困呢。哦，啊，你若本身若有慢性病人，你即摆若搁欠血吼，你个慢性病药也食袂惊。含药个食袂惊？对啊，真正药也食袂惊。啊，你要讲话，当然讲袂落，讲话又讲袂落，你个病拢放前，药哪食哪济啦。因为你个血无够。欸到落尾，你的记忆会变歹去哦，哦，神经佫会错乱哦哈。你看我足侪老大人哦，诶，迄个记忆无好无打紧，神经错乱，讲我敢人看到乌影，敢人看到鬼哦。迄唔是卡着的，迄唔是卡着，是因为欠血，欠血引起的。而且
诶，是咱的一种的幻感哦。而且字可以变粗，食物件正正。对啦，啊，过来就是大小便可以失禁的。所以有做侪老人，伊到伫门床顶必须要下药煮啊。欠费人做侪啦，你像咱洗药剂的人，一定欠。洗甲面拢乌绿无？对。今麦按张伟伫个洗药剂的中心做钱的。可以倒介绍。真侪人哦，按药剂洗洗，佮像个千年外好诶，袂像过去较早倒伫个死人人呢。唔免佮做。啊，面色佮好看呢。哦，拢伊个迄个血红素拢超过你个十二左右呢。哦，过来就是咱啊食素的人，食素的，然后食肉爱菜加啦。食素的人个面色较会无好看，咱掌握这个观念方法，就你人较会好看。一定欠血。过来就是糖尿病，较大口病到落尾伊嘛散落。好。过来慢性病的人啊。而且我手术过嘛是。哎、欸，是啦，咱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这拢一定会无够血。过来生产了后的查某人，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吼、哦。过来，老大人哈、啊，那你老大人哦，你也看人头毛垂垂，背身体足健康，这个人绝对无欠费。会是人的性命。啊，查甫人，咱这老兄弟我来讲啊、哦，你有发现，咱到差不多五十左右开始，咱的精水就愈来愈少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咱嘛是相同款欠费啊。古早人讲的三滴血一滴精嘛。啊，你血无够，你精水做袂出来。精髓做不出来，伊就袂饱甜，这个相对的哩、嗯，对不对？掌握一个观念好哩，吼、哦，好你头壳袂戆、袂晕、袂热，暗时过好困。对，查甫人去一减二个，猛拉去减四个，免去啉甘药水，好唔好？好，来，母牛准备讲保平啊，身体健康，食百年啊。不管你抽什么烟，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保护青少年健康。全面禁止电子烟，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禁烟场所再扩大，大专院校、幼托场所禁烟外，酒吧、夜店、卫生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为了增加警示效果，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为全面禁止电子烟，违法行为加重罚则，民众使用也受罚哟。烟害防治法，保护你我健康。来啊！乡亲朋友老婆生，规天啦，硬戆马西，人拢未精彩，暗时阁无在行困。来，我讲啊，你出运啊，阿母阿弟姐，请假念袂掉，阿无会今仔一工命哈，一工命哦，马仔就无啊吼，来看下啊，来，规安东的哦吼，咱的保安所，大江县的保安所啊，请假念袂掉，我跟你讲，一罐1000块，这一罐1000，对，阿买两罐呢。两罐2000块，2000块，买两罐送两罐，买两罐老师送你两罐。哦，安那吼，这一罐一个月份哦，安尼4个月份又得2000块，2000块啦哈。哦，安尼做俗啊嘞。啊，今仔无红包啊哈，无啊，红包送较早尔啦。哎对，歹势哦。但是安怎个哦？无爱死你个咧啦。哦。我讲你听，无红包，唔过我今仔日有一罐，阮这罐是阮家老大人，大家人拢爱。尤其是囡仔进步，甲老大人哦，未使无的哦。这款是老龙修，咱的益生菌啊。益生菌老龙修，这款教你啊。咱无安包，我教一款这给你啦吼。这是十种专利的益生菌哦。啊、是啦。安尼，好咱开2000块尔啦哈。老师，安怎？啊，恁昨拢给我搁上一罐呢。啊，涨到一罐，咱红包啊，就是要加上一罐嘞。涨上一罐是到涨，公司的公告涨嘛。老师，啊，你袂当常常讲无上，啊，无咱存20位就好啊，20位之前咱加上一罐就好啊。我也无客气啊。有啊，我真有客气。你来我听哦。来，你讲安尼，我会当讲无上伊。所以呢，今仔安多拢做6罐啦哈。6罐哦。5罐的保安素，一罐的老龙修，安尼让你开2000块。但是无济哦哈，益生菌老龙修，我买20位呢，进20位，收济位无哈，加赠2罐，对，北部5组，北部，咱北部乡亲朋友老兄弟，金手就拄，莫输人啊，
中部嘛五组，中部，南部有哪五组啊？南部，花东平湖五组，安多二十位呢？只二十位，电话沟通加进两关。一通电话改变你的运命。正确。会记得咯。嗯。早暗一粒倒啊哈。食饭饱食。哦，你那早暗一粒哦。嗯。你啊人就精彩开啊。对。啊，你就好看起来。啊，人家就有体啦咧。哎，啊，咱工课咧做啊，较袂忝。啊，袂安尼硬戆硬戆，马西马西。无唔对，你会记得咯，规工都会人个精彩开。啊，佮即真讲诶。咱咧老婆山，你起码啦。有这罐哦，有怪水，你都免定个要去灌迄个什么什么诶，什么话药水啦，什么话无诶，拢免，拢免啊！来啊，二十位啊，今二十位有用吗？什么人要先拍？什么人要做第一位？来，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来，头一位什么人？喂，喂，嗨，你好，爱播放所。啊，今仔日有哪有加送一罐咱的老龙烧吼？益生菌，搁一罐咱的保王线下来，一线试试。恭喜你！来第二位。喂。喂啊。Hello。来一线，我来给你报报，谢谢啊。第三位。喂。喂。嗨。新朋友。来三线，我来给你报备，谢谢啊。来你好。喂。喂，我高阳，我翠玲。来四线，我来给你报备了，谢谢。我今天看我今日就开了，今日两罐哦。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呀！这三十位以下一天一粒够高啊！大你啊！喂，台北中正，哎，中正哥啊！中正哥，我给你讹了，老朋友，谢谢啊！恭喜你！你好啊！喂喂，你好，来，不不，这个是双保留给你保平，老大人啊，去做客户的同意啊，对，可别搞啰嗦。哎，你好啊！你做体力。喂喂，新朋友，我来三双保留给你保平，谢谢啊！我今日新朋友介绍给你。来，你好。喂，我叫三哥。三哥，来一双一双一双吼，来试试。好，我就甲咱这老婆婿讲。对。恁庄仔头内面所有的老人拢无咧食这罐，干那你咧食这罐哦。嗯。遐人走了啊，你要用轻轻你啊。赞。啊，讲真的啦。而且老师大优待，佮加上你种专业益生菌，这一罐千八块，唔免到伊家日本买。来，你好啊。喂。嗨。我有秀妹。秀妹。好，来四双四双，谢谢啊。来，你好。喂。三位，爱华姐，爱华姐，我食早久啊呢。阿你哦，来三双三双，三双谢谢啊。食足久啊呢。一双向接伊啊，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赶紧啊。这益生菌，这罐益生菌哦是有十种专利的哟，这一罐千百块的哟，老师送我的哟。阿你啊，喂。来请讲呢，美珠，来嘿，你好，你好。那无我今天该接啊，我今天该接啊。美珠，你搞接啊？哎，安娜，一组哦。哎啦，来一双一双一双啊，谢谢啊。来，你好。喂，你好。嗨，靠山。中华。好，来三二双来，谢谢宝牛给你报名。来，你好啊。喂。喂。哟。阿娇姐。有娇。哎，你好。哟。我订一组。好哦，哎，我请问吼，迄个三双哈，这时阵你唔好问，你若问啊，讲着气功的镜头，我都唔发觉啦。那你好，靠山，喂哦，老夫啊，安娜，你做保安所，赞，青山兄，甲你学了哈，来一双，谢谢，你也发觉讲吼，哎，你叫做有体力嘞哦。咱啊做工课人去做脑的之后，早唔是了，咱做袂忝啦。啊，而且你也发觉讲，哎，袂搞啰嗦哦。咱老大人袂搞啰嗦，有这种呢。对。所以我唔当讲哦，恁整个头遐老人拢无只，干那你有咧叫，遐走了，你还够用劲劲厉害嘞。来，你好，喂哦。喂，你好。你好。我叫高雄，秀娇姐，阿娇来二三八零给你报报来，谢谢。啊，你个电话，但是剩三分钟尔，啊，这一工尔呢，这美国进口的呢？这一个啦，马仔都无哦。无啊，一工尔，所以量少哦。啊，今仔老龙烧那加一罐。老三的益生菌要哪只？哎，咱再试下两粒倒啊。两粒好，益生菌再试下两粒倒。十种专利益生菌一罐千百块送我哩。来听啊。喂，我做一组。一组吼，来一三八零给你报报啊。我益生菌，我这回该顶咱顶上回都有送啊嘛，啊，大家吃了该饿了嘛，啊，拢嘛有人等来买啊，对无？有啊。啊，这回我就是甲公司讲，我争取一千罐要来送。送完个无啊？啊，一千罐无几工呢？哎，无几工。无几工就完啊呢？啊，你个个爱用买呀？来，你好啊，老夫。哎，你好。哎。哦，我放在你了。哎，你好，哦，对对。很好。哎哎，对。来一刷，来一刷，谢谢啊。来，你好。喂。哎，我喊你叫一双包啊！来，二双了，谢谢你。哎，你好，你要包一包？你好，喂哦。新朋友，你弟今晚的工作。来，三双，谢谢啊。新朋友，恭喜你。来，有春。哎，有春啊。我今晚在工。好，来，四双，四双，四双啊。
哎，你好，小娟。哎呀，我昨有收到保安所啦，啊，刚要用去参迄个333南的家。哦，南座叫得啊，无要紧。好，谢谢。我昨有收到保安所。好，谢谢啊。好好好。哎呀，保安所的是哦，昨暗食饭饱，一粒安尼个有够啊。对对，来你好。喂，小慧。哎、欸、哎，我买一组，赞你哦！我看到你买无对，真正嘞，来二线，谢谢，无牛来保平啊！有这组你都唔免点，你点几点啊？迄种个观念唔对呀。咱哦，其实哦，咱厝内面诶任何一个大人啊，对，这个物件哦，咱的生活当中未使无啦，拢需要。哎呀，咱工课有咧做，伊就未忝啦。啊，老人就未搞啰嗦啦。啊，暗时佫会好困啊，啊，袂安紧王紧王，袂安马西马西啦。啊，你三顿食无够，拢伫内底呀。对啦，来你讲啊，喂，新朋友，哟，你好，来请讲。新朋友，来三双三双三双啊！啊，这吼身体愈无好是愈需要哦。啊，我拢佫早暗一粒一粒呢。啊，我都讲起了，咱的老大人哦，按怎话咧做代志先？今仔日你，我讲你真啊讨厌老大人哦。你老在吃，因无在吃，因啊走了后，你还佫用用进去呢。这老师嘛好，加上有这种保安所，你讲替来十足。啊，佮我做袂贴呢。哦。佮两个年啦，最好两组呢。佮两组啦。一工两个，今仔日一工两。哎呀，啊无。我要来分吹啦。今日上益生菌，千百块益生菌哦，老两修。佮两组啊，我来分吹，恁敲电话哈。好。空不空空空，你我不叫啊。喂。哎，你好，喂。我要结婚。好，来谢谢了，一双谢谢啊。搁剩一个何小姐接啦哈，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哈，老家接电话哈，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来一箱。来首贝壳，贝壳呀，有贝壳呢，是咱的玉芝小姐点一首歌叫《初恋女》。来，这首歌咱平镇的娥姐嘛，该听到底有唱。
因为人的人生吼，一道路拢靠家己打拼，啊，那不是？咱吼天公伯啊，咱拢公平啦。嗯。一个人若出事，天公伯啊，拢一个人有一条人生路啦。每一个人拢互你一条人生道路。啊，你若顶世人做较好诶，你即世人诶人生道路就较平坦。你就是去予好个人做囝，要食要穿要创啥拢无问题了，对。啊，你若像张伟哦，顶世人可能做山贼、杀人放火哦，所以即世人我的人生道路坎坎坷坷，安尼废旧无二好之力，安拼命拼拼日拼命拼日啊，拼死拼命呢，即靠家己双手呢，好、哦、对不对？这就是人的人生道路。那么人生道路要靠家己，我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啊。较早有一个在高考的时阵吼，啊有一个考200分的啦。200分啊！啊，你这个考200分的，因妈妈的朋友的囡仔吼，考680分啦。哦，安尼介悬咧。啊，当然是安尼啊。那么这个680分的这个囡仔吼，去读一个上届重点的大学。哦，第一志愿啊。哦，对不对？你哦，这个考200分的这个囡仔哦，敢会当去做个苦乐尔啦？苦乐什么叫苦？苦力啦，苦力啦，就是去做工啊，敢会要去做工做牛安尼就对了。但是经过九年后哦，经过九年后，迄、那个考680分的哦，大学生的，迄个囡仔因妈妈，就去甲迄个200分的因妈妈臭屁啊，臭屁啥？文件吼。哦，伊即马学历就好吼，伊去管那个服，那个应征一间公司吼，一月你10万，诶，这个专案经理呢，哦，安尼就对了。哦，安尼袂歹呢。哦，安尼就对了。哦，是啦。那么，迄个考200分呢，就甲因老母讲哦，我伫咧想讲，我唔知要营养咪。原来考200分咧做头家啦，考680分咧做新郎啦。哦，经过拍拼几九年了后啦，经过拍拼了后，切是乎咱增强咱的智慧啊，咱的常识吼，这咱未使无的嘛，咱常识咱智慧这未使无。但是敢靠读册是还阁无够，无够。哦，安怎嘛无唔捌字啊？较早我阵迄个。都万无爱读册，阮爸就甲我教啊！你娘嘞！你若唔读册，连讲你都叫遐捌字，甲你掼脚板安尼啊！就安尼讲，就像这个故事安尼了，对。所以哦，要讲起哦，很多所有成绩不好的这囡仔，我要甲恁讲，无论你会读册也未读册，但你绝对一定爱好好啊打拼，未使无拼，未使因为我有读册啊，我都唔拼。诶，无可能啊！诶，有诶，册读足悬诶，即英文头脑咧，但你拼一个笨手吼，诶，读博士、读硕士毕业，去教人去竞争咧，摸30公斤，走50公尺，佫不一定赢得你咧。哦，对不对？所以哦，除了读册以外，咱有哪爱爱拍拼，人拢爱拍拼啦。哦，啊，无拍拼，成功是留互拍拼诶人嘛。有诶，拍拼都无成功啊，佫你无拍拼，要哪成功？对。啊，对不对？有诶做事都做未开啊，佮你无做诶人较会使。对。来，点歌来，点歌啦。点歌时间。7890888。7890888。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我带队，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安尼哈。简单扼要又明了。啊，我手要烫掉。小烫烫。哎呦喂啊！中烫烫。阿伯阿伯。大烫烫。啊哈哈哈！哎呦！哎呀！喂，老师，我点爱情恰恰。白几何哈。OK， 拜拜。来，你好。哎，你好。我杨小姐。哦，来。黄山。我知。用厝的人。哦，我拜三号哈。谢谢。来，你好。哎，你好。哎。谢谢老师。你好。谢谢。哦。
哦好，那你好，喂哦，喂。喂，哎、hey, 你好，哎、欸、你好，我刚有订货，然后你没问名字，来一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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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你好，喂，没有，哎、欸，你好来请讲，张太太，老师哦，你哪里哪，我被他撞开了，哦三双，来你好，喂，哎、欸、三位老师阿英小姐好，啊你好，花太太，嘿，想几首绝情歌，哦 OK 我白适合哈。啊、你好，喂，我彩华，哎、欸，我彩华、欸，我要点一条歌，好来，小欠者，小欠者拜五号哈，好，谢谢，好谢谢，哎，你好，喂，黄潘先生，哎，你好，喂，黄老师你好，我林秀山，好是，哎、欸，对车姑娘 ，OK， 我来拜几号，六号啦哈，嗯、好，谢，哎，你好，喂，喂，两位好好，啊，你蛮好，我在台北新庄，是，叫阿德啊，阿德哥啊哈，哎、欸，我要。点岸边寺庙哦，岸边寺庙，我来拜七号哈，七号啊、哦，谢谢，谢谢，谢谢。謝謝你好，哎，张老师阿英你好，啊、哦，张秀琴啊、哦，哎对，我要听苏波人，哦 ，OK， 我来拜八号哈，啊，老师谢谢，哦、拜拜，那你好，喂，哎，你好，我要点一条解酒，我玉正单元转，哦，玉正呢，哦好，我来拜九号哈。好
咱的阿姐啊，民族姐啊，然后点点本歌曲哦。最后一封信。上听老师的啊。诶，较早吼，我咧迄个出去食头路吼。嗯。啊，因为我这阿妈带大汉的呢，啊，出年吼拢会新闻呐。啊，个爱写批啊。啊，都爱写批我阿妈。较早也无电话，也无来呀。好啦，啊，要写批吼，也无住址啦。嗯。因为阿妈较早拢带阮家兄弟啊，食回头的。啊，那即个你食迄个鱼鱼节啊，唔知即马食食哩倒去，买批唔得咧。啊，你袂晓叫三张？可能。我也想你读较歹，我来寄五张袂啊，搁寄一张去电迄个去电信局。哎，唔是安尼啦，咱要讲系咱是讲，事实咧，咱以前嘅经济歹啊，吼。啊，阿妈咧带大汉，啊，拢只积啊，敢饲大汉咧。咱细汉咧是拢啊积啊，安尼。回头。安尼啊敢饲大汉，所以哦，要讲系阿妈够辛苦啊，吼。以前阿妈若咧穿衫裤。啊，若要撑针，都拢叫我咧，咧撑针吼，因为伊目睭较酸，目睭歹啊，食老啊嘛。啊，目睭歹啊，因爱穿衫裤，我都唔敢后边走。你个怎讲爱运着你啊？小等下，伊会叫我撑针嘛。哦，以前做囡仔，我着那含阿，因为我这算大孙顶尾囝嘛。啊，我那有那含阿妈个共心嘛。啊，到阿妈那里啊咧，你穿衫裤，啊，我着你算吼，我唔敢走伤远。因为阿妈咧叫我爱叫听话所在了顶。早上伊咧叫我听无啊！哎呦，王叔咧来，听见没？哈哈，啊，就从这个讲，这囡仔八甲老人八个差哩只吼，差介济。那因为咱诶目睭吼，食老会愈来愈无诶原因有介济，因为咱诶目睭吼，迄个一粒目睭拢超有100万条诶神经啊，迄个视神经啊，啊，可能就是因为咱去点着啊锐，啊，你嘛会。啊，就伤到咱的神经啊！哦，所以咱袂当累目睭。对，啊，无就是咱有发烧、有感冒，嗯、啊，食药啊，不同的用药，吼、啊，也是讲光线烧到，种种方面拢生活当中拢会影响到咱的目睭，因为咱目睭的这个血管介油啊。嗯，咱的血管哦，一千条的血管，目睭1000条的血管哦，按个锐锐，它自己像个塔毛安尼呢。塔毛的1/1000啦。老婆山，你也想？一支哦，还有油无？有啊，1000条的血管，俺干脆做，我一支都像他们安那。所以目睭吼，介容易会模糊、会酸涩、会拉目油，就是安尼。嗯，因为一介高档，一介器官酸介高档，一粒刷都袂看得哦。那么偏偏就是咱即马年岁有啊，啊目睭一直咧退化吼。如无？其实那有方法会要补的人哦。一个食到70岁、80岁，伊都会成尖啦。对。啊，若未晓顾的吼，有诶到40、50岁无挂目镜，伊根本看无先挂目镜，佫无一定看有。哦，这就是。目睭。会晓顾甲未晓顾，就差足侪哩。目睭会好歹。哦，事实是安尼啦。那么，尤其即马佮拢咧录手机啊，咱遮老大人啊，老无塞咯。嗯。迄手机啊，毋是袂使录，啊要录你着爱甲火顶下倒。好。你袂使讲啊，手机啊都光光硬，佮来丢电了无彩电。安尼唔对哦，你都要有光线，安尼你撸手机啊，目睭较袂遐伤啦。撸手机一定会伤目睭啦，啊，就是较袂遐伤啦。哦，啊，但是撸一下都要休困，袂使一直撸几工啦。哎，撸到个目睭会转眼晕去啦。看无样。安尼唔对啦。你看咧，咧囡仔咧拍电脑，啊，干呐看电脑，啊，你遐咧撸咧，花鼠咧撸，因目睭目镜愈挂愈高了。拢受损去啊。哦，安尼嘛拢唔对。大当挂较老。对啊，所以咱的目睭，你啊想，即卖会大家人目睭会愈来愈歹，就是这个环境变安尼去啊。嗯，更上。我咧讲，较早迄阵，我咧读册哦，一班40-50个哦，挂目镜差不多2个。好学生哦。哎，2个是好学生。哎，眼眼贵多哦。即卖一班内面吼，剩两个无挂目镜。嗯嗯。为什么？大家目睭歹啊？你看目镜行拢开三角窗，啊，大镜拢做大镜的。嗯。迄见面之面哦，迄目镜上好赚的啦。人嘛是有技术的啦。有技术对啦，但是目镜上好赚的。哎呦，咱无伊袂使啊。我讲你听哦，我一个朋友带囡仔去眼科去看目睭嘛。嗯。哎，看出来，伊个眼科的客厅本身都咧卖目镜。嗯。啊，伊个是不是用眼科的，我唔知啦。
现在就说哎呦你就把国务目镜他就说哦这个目镜很漂亮做镜做假的多少多少万六小孩的目镜一支目镜万六块万六块哦，我无赚遐侪钱，我无要走啊！我无赚遐侪钱啊！屋上屋上啊！嗯，我无赚，无啊赚遐侪钱。我算你一万多好啦。等于是强强要拍对折啦，一万块。万六块，存一万安尼啦。一万块嘛，介贵啊！伊讲哦，无啦，我嘛无赚遐侪啦，我身躯存三千块尔。好啦好啦，头一个人叫我卖你啦。三千块。三千块。万六块到尾啊，三千块够我买。够买啊！够买。系啊，老伯生。你唔盲向毒伊，我唔骗你啦，真正有影。介侪人就是啊，目睭都顾好，哦啊，你顾目睭唔只简单，迄都无啥物困难。万六块足够顾目睭啊咧！我讲听哦，顾目睭哦，你啊方法用了对，啊你就免烦恼。对。啊，那用了唔对哦，你佫开较侪钱嘛，无效。无采工咧顾。我来讲迄个二十年前的故事，互人听。这些代志发生伫凤山。迄阵我伫广播电台，啊，有一位咱的太太，看我的手机啊，哦，迄阵咱也乌金讲的无，看我的手机啊，啊，伊就甲我讲讲张辉，我吼属实足需要你会顾目睭的方法啦，啊，毋过我经济有困难啦，啊，我就是咧吼，摕足大勇气哦，我想骨碌讲，我今仔较较好哩。老婆生，你若听到安尼，你会安怎做？嗯，能行。你敢会电话总啊挂？啊，无钱咧，敲电话安尼呢？不可能。袂啦，我人我袂安那。我是歹性地了，我心肝比心人较软啦。往来，我上你家你的主机电话给我，安尼，以前你无手机，因干那有厝内面的电话。我去的时阵哦，叮咚，一班人啊开来开门。嗯。原来哦，伊的目睭哦，看人哦，鼻目嘴看无啦。伊敢那看到咱一部乌乌安尼尔啦，啊，其他拢看无啊。啊，现在都一部乌乌安尼尔啦。啊，伊讲，伊就请我遐坐啦，我入去看乌，夭寿过来。伊足严重啊！伊个桌顶吼，当听些闲话啊、电话啊、片啊啦吼，哎，物件食无了吼。嗯。我讲安尼物件较无倒掉，伊讲无啦，迄糖糖的营养佫会当食。吼，我听者，我听者脑梗拢顶开啦，艰苦人就是安尼啦。伊甲我讲啊，伊一个后生啦，娶一个新妇，进里涂骹咧照这个囡仔哦，诶、伊个孙啦，还佫穿着，只我头壳佫会空着刀啊，夹个啊。啊，新妇哦，看因瘦哦，无我看看的，着阿婆啊乱讲啊。囡仔放个佮照处理啊。诶，袂使怪人啊，人由伊选择伊要过日子啦，咱家己瘦哦，咱毋免去怪人个啦。咱个家己个祖囝，咱嘛无爱嫁一个瘦屁屁个啊，敢毋是安尼？大家将心比心啦。哦，啊，就迄无闲就准备好啊。伊个囡仔吼，拢咧做临时工啊，毋是歹囝啦，含万趁钱安尼啦。啊，家庭个善就是安那。啊，伊讲哦，我吼是安尼啦，因为我进目睭真正吼，医生讲我讲我上高动好啊，上高动差四个月，四个月，欸、差四个月，好，都目睭都拢完全无看到啊。四个月来个失明医啊？哎呐，啊，伊本身佫有带糖尿病啊。哦，恶化速度。啊！我是硬蛮讲哦，看哦，会当安看我的孙哦，安大汉开哦，无看到连讲，无看到甲拍算。哦，也硬蛮啊！我讲哦，无可能啦！哎，目睭呐，歹就是歹呀，伊袂阁好看啊！哦，青面就是青面啊，伊袂阁好看啊！啊，你剩三分目，就过三分，剩两分，过两剩一分，你过一分。莫阁好恶化。啊，你见到安尼看一部乌乌，看你有啦，看我孙咧走来走去，我看有啦。啊，但是伊生做安怎，我唔知啦。嗯。我讲我一个观念方法，落你来试看卖。我那唔敢甲你保证。来顾目睭。啊，都，那我有小心有保庇嘛吼、嗯，对不对？啊，有食有惊去啊，试看卖嘛。嗯。要讲个更神奇啦。啊，那讲。啊，无聊嘛，自卑啦。好。哦，那疼惜这个艰苦人啦，那讲属实啦。你敢知影伊个目睭哦？甲即阵还阁会当看一部乌乌的人啊。哦，一个。伊拢无阁去恶化诶，安尼啦。继续，即个观念用到即卖哦。我观念好，方安尼，好伊较近咯，伊诶目睭拢无阁，伊嘛无，伊嘛无好，啊嘛无阁恶化。啊，你个后面就好难咧。我即卖去，因咧孙啊，头壳叫我拢给我一粒头壳啊。迄个原本伫涂骹咧走来走去咧，即卖拢给我一粒头壳啊。吼、哦，真正叫职工啊，职工啊。结个老伊啊。那无啥，所以咱咧顾目睭就是安。你那生肖木木，那么以为这较简单呐、啊？对。
哦，这较简单。但是你无过个袂使。哎呀，生肖忘不了嘛，有诶，这食了目睭退化，这拢较简单处理。你若是迄个白内障诶，听我讲下，白内障诶，真无药啊，通我互白内障好去啊。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开刀。啊，开刀迄免带伊呢，你食好饱，面洗好清气干净。啊，唔好为我擦白啦。有诶，左人是讲哦，要互医生好印象哦。啊，画甲像咧做寡爷，医生诶手会颤咧，恐怕会惊着呢。哦，白内障诶，咱开刀，即开刀介关键诶，迄落就是头开刀前诶保养，开刀后诶照顾。再去家己啊！你看有诶开诶哦，好溜溜，啊有诶开诶拢未恢复。同一个医生开诶哦，伊就是要开刀诶进程无保养。开刀后，伊袂晓顾，即靠咱家己顾。所以，一目睭的运命都无同款啦。哦，有个人讲，哎呦，张伟啊，我要开的进前哦，就是无保养，啊，即马开长的哦，哦，安尼袂舒适，安尼咩啦？你好好赶紧加强你加强顾。哦，一定安尼哦。啊，那背膀啊，静的咧。背膀啊，静的，迄咱讲，其实我39岁迄年哦，我都背膀啊静啊。啊，我的药师的朋友哦，一个方法给我，我一个月哦。就把所有的蚊子了了了，就没有飞蚊症了，都没有了。到现在，那就是我们巩膜的透明胶状体已经氧化，所以我们看东西，一根线的折射，炸到就是这样，有的抽抽抽抽，有的一点一点，会走哦。它也越，你看到对就走到对了。它越来越严重了，路尾安怎吗？到路尾越来越大只，到尾惹起来没看了。背蚊子症目睭会失明。你若是有青光眼的人哦，青光眼那是神经病变的啦。嘿，我考考你哦。看医生就好，你莫乌白开钱。人讲事实啦吼，因为你开钱加开啦，你若有钱能开，无要紧啦，你著看医生就好啦。你若是讲迄个黄斑部病变的无吼，咱讲事实呢，我这个观念方法落你，你的黄斑部病变袂好啦。啊无咧。啊减慢着伊个恶化的速度啦。好。伊咧恶化吼的速度。较会慢慢啦，较袂一日就累啦。啊，无目睭，啊，会总无看呢。会失明哦。对不对？咱想的是讲啦，我这个人我无爱去害人，我袂去耽误人啊。所以老菩萨生下蒙布那把油的点擦的，这拢较简单。啊，好，咱的目睭甲保养好，冻会久，这较要紧。哦，咱的目睭一定甲保养到，迄目睭无看到袂使，耳孔无听到无要紧，还囡仔咧念小卡，讲无听到准拄好啦。但是目睭无看到，用蒙的就落啊。对。好冇？好。咱家咱目睭顾好冇？好。来，母牛慈悲敢保平啊！身体健康真拍哩。再我来顾目睭。不管你抽什么烟，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保护青少年健康。全面禁止电子烟，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禁烟场所再扩大，大专院校、幼托场所禁烟外，酒吧、夜店、卫生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为了增加警示效果，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为全面禁止电子烟，违法行为加重罚则，民众使用也受罚哟。烟害防治法，保护你我健康。来啊，吃老大行书，独独就是这项未使输。哪一项？非安酮穿甲抓袂牢的一点金的叶黄素，黃素看一下啊！来，非安酮的哈，好，非安酮的哈，那一点金的叶黄素，叶黄素啊，安尼谢谢哈。有这罐哦，你都袂甲博拉当做任务。有这罐哦，伊就像个高难度人，金金金安尼哈，一罐1000块。来，我跟你讲哦。小朋友，国小、国中的一天吃一粒豆。什么叫做小朋友？啊，就国小到国中的。哦，国中以下一天一粒。高中以上的，到老大人拢早暗两粒嘛。吃饭饱吃。买两罐，我赶快给送两。买两罐，老师送你两罐。赶快红包无啊、哦！红包无啊！老娘收我，甲加一罐。上天电话跟我讲，老师给送你一罐十种专利的益生菌，一罐千倍块。这罐来，益生菌掏出来。这益生菌这盖重要呢？对。
尤其是咱老人囡仔足重要，足需要这老龄修呢。益生菌是咱的关键哦。未使无的呢。啊，咱再需要两粒豆啊。要甲参照去吃，无要紧啦。有专利的益生菌。来。老师，安尼我你开2000块，2000块，系，咱你即卖无优待啊嘛，无啦无啦，咱对只个带去动了有，你有加送一罐的，啊，咱今天你即卖即卖是几只？哦，饲鸟鼠加布袋啦，你唔替我想，你定定替老婆算数。老师，啊，我若走到老婆算，伊有人管伊。都无电，无电视通看。揭开啦，揭开啦。好好好，讲讲讲。讲讲，阿伯要做啥先搞谈商了，较讲啦。我咧算点讲的，安尼开2000块啦。小看啦。看你明年，老师好屌嘞！我明年卡好啊，什么卡最好？明年卡好啊，真巧耶！我卡好通诶，安尼开2000块啊！你讲惯药啦，北部五组，北部，迄个咱北部乡亲朋友老婆生，按张威介绍这组，唔免请歌星，唔免请演员，唔免，所以减少开销，安尼继续俗诶，无这组你都要3000，那较未得，3000那才无贵，2000就会得啊。北部五组，中部五组，南部嘛五组，华东平湖五组，安多20名啦。今年总有优待。0800005089来了。下面两位叫第一位。哎。嗨。哎。每年哦。喂。喂。哎，来一双一双叫一双。哎，信不好不好啊，你啦。是啦，哎，电视装盖大声。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岳云呐。走。来，你算半年，跟你报告，谢谢。今日一讲了，电话靠通老师给上你这两关哦。咱这组，免请歌星演员，拢免。爱广告位甲盛开。对。老婆山，按张伟替你想。直接说给老婆山。那请歌星演员哦，来哦，你得给作数时的。打钱啦！我买当来请。系啊。无啦，无啦，无可能啦。来，你问啊。喂。我要一个，要一组。来，三三，谢谢啊。啊，你好，喂，喂，张伟啊，哈，啊，对，你好，我叫爱一周，来四川宝牛，给你报名啊，谢谢啊，来，你好，新朋友，喂 ，Hello， 我要新朋友，啊，来五川宝牛，给你报名，欢迎，谢谢啊，来，我要，我这里台中，哎，阿航，来来张霞哈，来一双，谢谢宝牛，给你报名哦，来，你好，关键哦，我张，我是张辉啦，苏夏，苏夏江哦，张辉，我张辉，张辉，来一双一双一双，谢谢啊！我等下你讲完，张辉张辉，真讲起来，你喂喂，啊哈，有通啦，无啦，有啊，小弟，我咧给你接吧，你知我小弟，啊，我规公司大家拢捌你咧，唔捌，哎啦，哎呀，我叫一组，来三双三双，谢谢啊，哦，欢迎噶，来来你好，我迄个百合，百合，嗯，我。五百几块啊！袂使安尼讲来细算啊！咱袂使讲器官啦，咱直接哦讲咱的品名。叶黄素、玉丁金，老师。广告时间讲器官、讲竞争哦，会罚金啊！咱拢照规矩啦，我规矩。你知我这人只得尽量的两个呢，人安那规定我得安怎做哩？哦，老师，恁当那是出来得有其他品牌叶黄素要安怎办？恁当的叶黄素哦，百种百种的一粒，好，啊，咱的一粒把它掺做一只啊。俺张伟袂讲哦，哦，你食我得白面无？人唔是做人去讲唔是安尼啦，钱介歹赚啦，啊，讨济人讲你会做去食，咱的一粒恁倒的一粒我甲参做去食。安尼你个人比较。哦，安尼咱拢袂拍算啊，对不对？嗯。来你好啊。喂。喂，你好，你好。你好，我要爱一组。赞你。小珍。来一双宝娘，给你保平，谢谢啊。来你好。哎，你好，春梅。春梅。那个叶黄素，啊，来三双春梅，谢谢。对，恭喜啦，出来这个好吃啊，囡啊，老囡啊，是啊，来你好啊，喂，哟，我要爱一桌，快来。叶黄素来四双，宝娘给你保平啊，这个卖掉人该福气啦。来你好，喂，你好，哟，哎，我要爱一桌叶黄素啦，锦凤哦，哎对，哦来五双宝娘给你保平啊，谢谢啊，来你好，喂，哎阿兰啊。嘿，我一组，来一双宝娘给你保平哦，谢谢啊。好，这都清楚的，好叫家己的人啊，你啦，叫关系啊，哟呵，哈哈哈，就叫家己的，好啦，那，哎，真这样样哈，我这个日子，纯正要三分钱。哎，乡亲好朋友老婆山，对，这人哦，一个大人拢爱，包括囡仔读册，有咧静咧看电视。哎，看拍电脑咧，读册这拢总袂使无啊！啊，你当个小朋友，老师帮你搞咧，加上这罐，就是要给你当个囡仔吃呢。来，你好啊！我台北将军，我要个永庆哥啊！永庆哥啊！来，我该学到一双，谢谢啊！
哎，你好啊，你好，哟。我要来给你整这个新朋友，你算无你给你保平啊，谢谢啊。哎呦，新朋友够多多啊！哦，欢迎，我大家新朋友嘛拢足多，欢迎啊！啊，拢大家拢到手无呢？这老板老几好啊呢？我甲咱讨讲啦，安那，安张辉哦，这无贪你的钱啊，无可能这么俗的啦。哎，昨到一位老兄打电话给我，我当年的打电话。张伟，你安尼你自家算算的，根本都无够成本。你本钱都无够。这你要算本钱袂合啊啦。对。按张伟话讲，啊张伟你赚啥？其实是安尼，我无赚恁的钱，我是大批甲厂商哦，大批现金，啊现金甲接趴数。我赚恁的趴数，都有便当，人家卖要着就好啊。啊，这生意来较无好，就走路啊。是安尼啦，来你好，无必要买上，无啦，来你好。喂。哎，我要接王子。啊，来二线，无你有甲你保平啊。安尼啦，有没有刷个两分钟的？算要两分钟。好，个两分钟咱收单啦。啊，那个无这两罐啊哦。有。啊，那个四罐两千块哦。哎呀，啊，公司就是安尼嘛。啊，今麦要给我送咱的老龙熊益生菌，搁加上一罐一丁金叶黄素。对，来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嘛，来你好，喂，两分钟哦，来你好。我买那个叶黄素。来一双，谢谢新朋友啊。来你好，喂。哎，新朋友，不客气啊！来三双新朋友，谢谢啊！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小朋友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国中以下，国中的、国小的，一天吃就好啊！下啦，下再买读册，吃吃一粒，哎呀，袂记吃，我紧下暗顿下较好吃。一定爱好吃。啊，咱高中以上到老大人，赶快拢早暗两粒嘛。吃棒棒吃。来，你好啊！哎，你好，你好，有。来二线出来，谢谢。来你好，喂，这位老师美女，你好，大王阿雄，你好，我要几招 ？OK， 来一线，谢谢。来你好，喂，邓老师，哎，金玉啊，我在啦，唔生气。你金玉啊，我在啦，哎，来四线，四线，四线啊，来你好，喂，哎，哟，新朋友。新朋友，来无山无牛，给你保平，谢谢啊！哦，赞！你看新朋友，大家拢够济啦。啊，咱这款是有专利的益生菌，有十种专利的益生菌。这，大人都拢爱啊。嗯，益生菌。啊，这款介重要呢？足重要的。这款老龙修，这真贵呢。这一款千八块。按张伟送好人哦，送好人是因为讲啊，都大家对阮拢介支持。对。我有哪无少动作呢？我有骗你呢。老龙修益生菌。啊，我要来分吹啊。啊，这是决定人的关键咯。啊，您卡电话啦。好。电话有通拢总同款拢安尼。给上这两款。有优待啦哈。哦。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搁一个尔啊。赶快打电话。接通电话哦，小姐服务哈。好。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医生。阿伯啥间卡的呢？高和九号有九号是咱的板桥陈小姐店最后的酒杯。
娘自卑的心，何其人母娘中天照明，搁差一位下。今仔日啊，咱今啊要何其母娘中天照明的，还是要补财库的？咱用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啦，吼。那个补财库，财库金一分是300块，哦，300块。啊，咱何其母娘中天照明一个月。100块银呀，一工车3块外银，即落贴一个香烛安尼啦，其他拢无加开。咱若老大人身体无好吼，即完全即阵若活落，咱药啊拢食袂起，人个虚弱啊。所以阿得先阿落练啦吼。啊，那是讲迄个徛街卖饼安尼，阿公无饼啊，惊母啊惊，兄弟姊妹做外差，拢吵吵闹闹，即落家差万四件啦，未到顶级的。哎，你话，即爱好吃。哎，你好，你好，我甲你讲，你来二双二双，谢谢二双哈，哎。阿伯，你咧讲话爱认人，我是小姐，哈哈哈哈哈，叫我小姐，伊唔知讲伊咧我讲话，哎啦，哎来讲起咯，来你好喂，你好，系，来请讲，诶，黄叔伟，小等咧，一说一说，唔是讲个先生来说，啊，就是广告时间啦，咱迄个那是讲迄个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吼，啊婚姻有变故，嗯，啊三个款款的要出门哦，啊未记的时钟。你有感觉这出门就拢袂顺心啊？怎么办呐？这要处理啦。啊，这都一个月100块银尔，你都暗面暗面搁加开啊，都贴一个金纸钱尔。好，希望你中间借面就可以了。来，你讲啊。喂，张伟。好好好。我咧讲做件保债课。哦，备工作啊，给你保庇啊。哦。你那是说平安，让恁赚大钱啊，今年让恁好几年啊。哦。来一双，谢谢哦。哎，最爱咯。嗯。啊，咱那是讲哦，迄个曾经有查某人咧讲。哎，恁咧处理银行啊，开几千啦？嗯，我唔免啦。啊，无咧。哎，处理是会晓甲未晓，唔是有钱甲无钱啦。紧着人啊咧。干哪有钱，都会当处理啊。安尼遐有钱人，都拢免烦恼。啊，所以怎么办呢？哎，不是，你着有那电话拍来，后期一月你100块银，我着帮你处理。其他交代给老师。哎，小可代志啦，小可代志。看要3个月300块，还是要5个月、6个月拢总可以啊？这家己的困难啦。好。啊，话讲啊，我想要后期，啊，不过钱我不要花。我嘛不要啥钱。你着电话啦，拍通，你着拍这通电话就好啊。好。小姐，留你的住址、电话、姓名。然后呢？伊着寄一张单给你啊。收到单了后，来去咱附近的 Seven 全家 OK 来尔富德当叫。你拢免钱，免等于那免手续费哦。啊，着像你交电话钱安尼尔。你盖里边。哎呐，来你话。喂，无牛猪鼻，给你保庇啊！梅花姐，哦，身体健康，我你等会收。哦，梅花，无牛的保庇，你食到175啊！来一双一双，谢谢老师，给你喝，我给你赞哦，落去啊，你啦。爱咯爱咯，咱那个老大人哦，未使无啦，一定爱的。老大人哦，这个扶持的工课一定爱有。哦，所以这个宗教的信仰哦，会和这个人哦，会较身体较好。啊，人会较会当回事。人咧专家嘛，你讲话爱相信，但是卖迷信啊，对对唔对？所以有好钱，老婆生，明仔早去老师来个活动，第一件代志个向某娘来。头路因我就先甲咱今日好钱的名单先编一摆，第二遍就即个做功课时阵编第二遍。来做回向。第三遍才甲咱的名啰嗦文编第三遍。来赞某娘经。啊，才由阿母来甲咱做主啊。啊，你一工才开3块外银。一天啊，加3块外银啦。啊，为老婆，一月你当了都加100块，加100块，哎，贴一个香烛，要像去庙拜拜安尼尔啦。那为老婆生恁问讲了吼，啊，我前后护持半年，但是我护持半年的时间还未够，我感觉会当阁继续护持。那个功德相陪你，可以的。那个像银行咧寄钱，你一天寄几摆嘛，拢你咧领啊。来，你啊，喂，嗨，你好，听。哦，无牛猪鼻，给你保庇哈。哦。身体健康，让你当会收，食到170块，来医生。来，你好，喂。哎，老师姐，阿英小姐，你好，我要甲囡仔好钱。哦，稳钱哦，要好钱啦吼。阿囡仔，无牛猪比该保平啊。哦。身体健康，长岁寿啊。哦。来，咱三双吼。那我就老婆婿个讲吼，因家咧做咧头路吼，危险性较大，伫个大卡车迄种个嘿啊。哎呦哎呦。哦，拢用因家名来好钱，安尼叫做牛甲保平。古早人讲讲，开车红衫穿一半呢。嗯。啊，当然咱啊，安尼有咧。有请师傅咧，甲咱保庇啊，咱开车平安，这种做事大人的唔忙啊。哦，来你嘛，因为我补财库。哦，别工作，甲你保庇啊。哦。身一个，互你安尼身体健康，赚大钱啊。哦。哦，来一双一双，谢谢哈。对。淑丽啦，还淑丽。淑丽呀。来报报新闻的淑丽。不是啦。不是啦。我就是咧报新闻的淑丽。是啦。
来啦，咱那个无来做功课。好。哦，啊，咱那个所有电话弄好，小姐来给咱服务哈，来咱做功课。演出时，张伟在来恭请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哈。在咱这个高雄市凤山区保安二街286号五张干秀，台北市中山区合江街170巷30号2楼李怡珍，台大病院古董3楼6301病房郑世兴，分林靠乌乡中和路43号陈维珍。再来就是咱的新北市邙桥区双十路3段18巷107号5楼李严元医，屏东县恒春镇望山路赵公巷3号赵芳华，新北市土城区日新街33巷8号5楼7号北房咱的杨天树，台北市南港富康街1巷10号5楼。美玲，你家恭请母娘慈悲来给恁保庇，我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啊！那么咱就真侪位来给恁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李幼化、甘金红、陈宝云、桂英芳、陈怡君、尤美珠、林进行、黄秀莹、郑晨勋、黄印。林素兰、甘秋香、洪延福、洪以新、林奕文、黄正豪、李杰林、戴淑芬、丹英玉、陈佑珍、阮美玲、曾金丽、丹建廷、丹淑红、郑一清。洪松富、洪延斌，而且恭请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恁保庇吼，予你当正福消业、消灾延寿、前途光明、寿灵通、地位开通、逢凶化吉、改恶成祥、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物来进行着咱的智慧龙语。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青风微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龙语这个单元的时间，大家非常感谢。在我们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我们诸位先生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一定要和我们做会地来做这个功课。稍等，请各位接下今天这个功德，我们来回向天顶在杯土卡在手水灵在手的一切众生，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归向我在过在民，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赶紧的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阿公、我们的阿嬷、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回向我们外面读书做工作的孩子，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过。手里若是有念珠，咱请给念珠请起来；没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肝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这个话题啦吼。咱讲到着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呢吼，万刹也是众生，只是未得了比较较深啊。因造作的种种的恶业，咱也爱发这慈悲心，帮助因来破灭解破灭开悟，转恶为善。哦，咱都要互为师友啊！哦，相破相成啊！伊造作的恶业，咱立刻都要赶紧回光返照。家己都有安尼做无？哦，有这个恶的念头、甲行为无？若有，你来赶紧改过自新，
因为伊就是咱的老师啊，因为伊做一个做乌鸡的样，互咱看，啊，咱赶紧回光返照啊！若是未当如实实现，往往家己哦拢无多发现你的过失就对了。所以伊的善行，咱爱效法来学习甲赞叹；伊的恶行，咱都要检点家己的言行。伊的这都是一面镜，所以顺境逆境，善人恶人，拢总是菩萨啊！所以修学的道场，拢总是成就善业的一个善地性。今日这部经教导着咱，常念善法，心也善，思维善法，思想善，观察善法，行为善，不良好分，不生干杂啊！这就是知与自善。所以善业才会当圆满啊！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常会，然后这个聚会一处，这个上善就是自善。今仔咱对倒一个所在来学，你知无？对咱的顺境逆境、善人恶人，方方面面学习，咱才有法度成就啊！所以顺境逆境拢总是好境界，善人恶人拢总是善知识，成就咱家己的自善，对着善人起了着这个贪爱，恶人起了着嗔恚，这个是不善学哦。所以因此啊，咱未要学的，咱未去学遐一寡。人伫咧经营当中去贪嗔痴慢啊，哦，生起着这个喜怒哀乐。所以虽然学佛，咱无离开着这，拢有哪同款离袂开着这烦恼啊。恶的人，你这顺境亦不起贪欲，你这逆境亦不起嗔恚，对着善人恶人，拢总是平等的恭敬，就亲像六祖大师同款，伊生智慧啊。咱来当来远离着贪嗔痴，当然得财不自在。哦，化万策为善用，这就是果报嘛。过来，咱讲到福德自在，随心所欲不改彼果。这个福德就是果报啦，德就是福之因啦。那无积德，哪里来福报？哦，所以福德两字，伊是有因有果的。这只讲到叫做圆满嘛。有福啊，你无德，享福决定就是做罪业啦。哦，无有福报的人，无容易来做重罪业；有福报的人做罪。念的较容易，因为社会大众造福也容易啊。亲像咱了凡四训当中，这个了凡先生做了着这个宝地官哦，这个是属于贵嘛。那么以这个地位顶上上，伊做足罪业，修复拢总非常的容易。政府向着这个农家来扣税相当，啊，伊把这个产租给减轻，这个是为了百姓来造福。专管的这个农民，拢受到这个好处。伊当时发心，就是要做一万件好事嘛。啊，干那一件代志，伊就万善圆满啦。如果伊若无伫这个地位的顶端上，一万件要做到圆满，靠遐简单。这所指的就是修福。反倒等于那是国家收税收过重，遐尼啊重，你阁想要阁加加收一寡，啊加收寡阁放伫家己落地下哩，这个举动就做了着一万的这罪业啊。所以因此地位宽赦在手，造福造业拢非常的容易啊。平常时咱的平民百姓吼，无迄个宽赦哩。哦，虽然会当积大善，但做不了着大恶啊。遮个道理吼，咱离咱这个感应篇内面哦，都有真济啊。古早人收集了这个因果报应的公案，啊，有一挂故事，这拢是事实，绝对唔是讲啊去编出来。所以咱今仔认真去观察着过去的事实。甲咱现今个社会，每一工所发生的，拢爱相信这因果是真的，正信因必定得到成果，修身都有这个德行，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来去做就对了。世间人哦，只要求这个福报，啊，下去的这个道德都唔对呢。但为什么伊个福报会现前？因为伊个果报报应是要讲个，是不是？安尼都无准啊。其实唔是，世间人个眼光真短浅啊。唔知影这事实真相是安怎？佛甲咱讲嘛，因果通三世嘛。因为即世人所得到的大福报是顶世人修来的嘛，即世人所修的仁义道德，伊的福报都不可思议的嘛。所以即世人福报伊都现前啊呢。啊，那唔知影修仁义道德，反倒当做着一切罪业，福报就拍折啊。伊福报向前，罪报就现前，所以伊前途就黑暗嘛，就惊用三毒，连今天福报当中无分啊呢，吼。时间的关系，今天讲我做个，今天将做回向。张伟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哈。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
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用正哈，咱家第一方解，这拢是三水五水，甲吞灭十条眼睛，爱记一咯，吞一嘴，别念一句阿弥陀佛呢，请你。怎么能看电影？怎么看上电影院？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火，般般祸患似水消。佛愿无念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金木阿贵小姐的卖歌放袂落，彼个人
种种灾厄如灯化，斑斑何欢似水消，福愿保佑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万贯；第四愿富贵无灾，百疾有求；第五愿学业进步，青春快乐；第六愿家庭和乐，儿孙万代；第七愿人间友情，真爱相随；第八愿法喜充满，心神安宁。第九愿家庭平安，富贵丰饶。